国门口，看到没？这里大批的警察，看到没？给你们看一下泰国人的反应。该吃饭的吃饭，看到没有？定定心心吃饭。你看啊，这么多警察包围，你看一下泰国人的反应啊。看一下，玩吃饭的吃饭，玩手机的玩手机。看泰国人淡定，警察已经四面包围了，是可以走的，就是说那个不是说不可以走啊，都有门，不是说不让你走了。警察的目的是要把这里拆掉。你看一下呢，都在玩手机，吃饭的吃饭，玩手机的玩手机，聊天的聊天。看到没有？泰国人。